早年，台湾嘉义梅山禅林寺有几位同学邀请我讲经，每个月讲一个星期。我在禅林寺讲禅林宝训，大概上了30多堂课，有3、4个月。以后这个寺庙注重天天吵架，闹得大家不安。为什么吵架？为了争夺职位。为什么要争？因为这个寺庙新建不久，徒弟们到外面化缘。这个徒弟说，我化的钱最多，我要做当家。那个说，我化的也不少，我要做知客。闹得不亦乐乎。我到台中将此事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跟我讲，不要再去了。我说，我的课还没上完。李老师说，没有上完不要紧，不要再去了。凡是有争论的地方，我们要回避，让他们自己反省忏悔。我经历好几次这种事情，所以经是否讲圆满，完全看因缘。佛法因缘生，弘法也是因缘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